大家好，我是廖淑华，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手机挂绳。手机挂绳需要三条线，两条绿色的，把它穿到这个钩子里面，做一个平结。现在我编双连结，另外一条线穿进来，编双连结的过程就把四条线的其中两条包在里头。把纽扣结改成双连结也可以，一边两条，一边两条。这两条线先做一个交叉，要加上来的这个橘色的线放在底下，套上来。第一个动作，把它拉紧，再把左右这两个绿色的线拉紧，右边做两个单边平结，左边也做两个单边平结，先上，好，第二个下，再做一组，上，下。左手边也是一样，要编的这个橘色的线在外面压上来，第二次在底下套进来。再把这两个绿色的线做交叉，橘色的线放到里头，就是橘色的线放在这个圈圈里面，这个橘色的线也放在圈圈里面，包起来，这里也包起来，左右拉紧，绿色的左右拉紧，橘色的上下调整，再一次拉紧，这样第一朵花就完成。现在这个当主线，要来做单边平结，这个是中心轴要包起来的。第二个在下面，这样是一组，再一次
我一共做了五次的这个单边平结，现在是第四。第五次做完这两条线也要做，这条线做斜卷结，这一条线一样做单边平结上，第一个上，第二个下，做到这里，这两条线先放着，等一下要做单边平结，这一组跟刚刚一样，先做一个交叉，包起来，这是要做另外一朵的这个单边平结的花。同样，这里做两次单边平结。这边做两次，绿色的线再合起来，这两条橘色的线放到绿色的线圈，这个线圈里面包起来，这里也是拉紧，这个绿色的最外面的这一条继续来做，做五次的平结，单边平结，这里是两次。三个单边平结，再两个，一共做五个。1、2、3、4，最后一个，做好五个，这个线把它转到左手边，第一条这里要做斜卷结，这一条要做单边平结，先从上，这次从下面这条线的下面，如果要继续往下做，就是这四条做上面的这一朵花，这两条来做这个左手边的单平结，一直往下做，看要做几个都可以。